世绸布庄。我叫苏文宇，这就是我家的。你就是那奸猾舞弊的苏家人呐？谁奸猾舞弊了？苏公子，我妹妹心直口快，我代她赔罪。苏公子，你快请回吧。谁奸猾舞弊了？怎么回事的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包子不见了。啊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卖包子嘞！好吃吧？好吃。你吃了我俩包子，你得给我两钱啊！我呢？跟我明抢吗你？你！哎，你这个人，吃我包子！包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以后下雨天不要再出去乱跑了，会生病的。好，快看你！哇！快看！是霓虹哎！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人啊？我也好想上去玩。你会不会饿着？会不会被人欺负？